最近美剧《无所作为》大火，这部 HBO 大作在豆瓣拿到了 8.2 分，共六集的家庭剧，惊悚悬疑紧张，节奏快。要说这部剧的最大卖点，自然是妮可·基德曼和休·格兰特这对男女主角。不老女神妮可·基德曼是奥斯卡、金球、柏林、艾美奖四料影后，好莱坞最出名的美人之一。另一位主演英伦男神休·格兰特拥有盛世美颜，自带英国贵族的绅士气质，让人无可挑剔。导演苏珊娜·比尔是丹麦人，2010年凭借电影《更好的世界》获得了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奖，曾经执导《夜班经理》《更好的世界》《蒙上你的眼》。无所作为的开场和大小谎言一样，一切都开始于一场离奇的谋杀。妮可饰演的主角格雷斯是一位事业有成的心理治疗师，从小就生长在纽约曼哈顿。作为一位白富美，她过着大部分人都羡慕的完美生活。丈夫乔纳森是一位儿科肿瘤医生，他心地善良，受人爱戴。他们有一个聪明优秀的儿子亨利，在学费$50,000一年的贵族学校上学。就在学校举办的一场拍卖会募捐活动上，贵太太们的桌上来了一名不速之客。在这个奢华的聚会中，突然加入的是一个名叫埃琳娜的女人。就是这个女人竟然完全改变了格雷斯的生活。她并不是富人，儿子也是靠奖学金才进入的这所贵族学校。来参加茶会时，他手中还抱着一个未断奶的孩子，而拍卖会俨然是一个上流社会的社交圈。在这里，格雷斯又一次见到了埃琳娜。第二天，一场毫无征兆的谋杀案发生，被害人正是埃琳娜。警方开始调查，怀疑凶手就是埃琳娜的丈夫。心绪不宁的格雷斯打电话给自己的丈夫，却发现丈夫竟然莫名其妙地失踪了。那么杀害埃琳娜的凶手究竟是谁？是她的丈夫还是格雷斯的丈夫？格雷斯的丈夫又为何会神秘失踪呢？他与这起命案又有什么联系呢？这部剧改编自美国作家珍·汉夫·克莱利兹的畅销作《早知今日》。Thanks, I can get away with this if I'm just normal. I should have told you.If I told you, maybe it wouldn't have happened. The truth is that he's a kid who has known too much for too long. He wants his family back together so much, but I think he still, deep down, has this inkling that there's something not right in this situation. 说起妮可·基德曼，她在现实生活中也算是一个白富美，父亲是澳大利亚心理专家。英国杂志做过一个拥有土地最多的个人与家族调查，妮可·基德曼家族疑似是澳洲拥有土地量最大的地主，排行世界第八。1990年，年轻漂亮的妮可·基德曼与英俊潇洒的汤姆·克鲁斯因为电影《雷霆壮志》结情，很快就坠入爱河，步入婚姻殿堂。2001年，汤姆单方面提出离婚，几年后妮可遇到了现在的丈夫，两人婚后怀孕生下了大女儿，几年后又通过代孕生下了二女儿，现年51岁的她依然风采不减。A toy. What's the best part about being a mom? Oh, everything. The love, the joy, the purpose. What's the hardest part about being a mom?Knowing I won't be here forever, so I won't always be able to take care of them. What's your favorite curse word? Shit. Favorite TV show of all time? Bewitched. One movie role you would die to play? The Wicked Witch of the West in a remake of The Wizard of Oz. What was it like working with Stanley Kubrick? The best. The best. I mean, it was like being in film school with the greatest professor. If your life were a song, what would the title be? I Will Survive.